综艺节目《明星大侦探》第六季正在热播，而这一季中大家将迎来曾经的顶流 NZND 组合。这是一场由洒微笑和何美男组织的二代团竞选，没有想到见证人真金花死在了现场。 Selena Marie Gomez 和她的朋友无疑是经受了很大的痛苦，更是因为出现了排异反应进行了长达六个小时的二次手术，而且两个人又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术后修复。对于 Selena Marie Gomez，换肾对于他来说就是挽救了他的第二次生命，而对于他的朋友来说，选择把自己肾捐给自己朋友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而节目组呢，第一，节目组并没有通过当事人的允许就使用了他们这张照片。第二，两个人选择换肾拍的这张照片无疑是充满着很多寓意的，但是节目组拿过了这张照片之后，反而嘉宾们在开玩笑，比如大家在节目中听到的往后余肾、同肾共死、一肾何求，这让大家心里不是特别舒服。但是在这一期节目中却还是提到了谭松韵，并且还和张新成组了 CP， 甚至还有两个人的结婚照，这个点也是官微宣传的一个点。这也让很多网友觉得明星大侦探在利用谭松韵宣传，而实际上明星大侦探节目组的 P 图在之前就被网友们吐槽。在曾经的一期节目中，节目组直接把一位日本女演员的照片 P 成了死者，这让粉丝们非常不能接受，而这位日本女演员就是能年玲奈，网友们也觉得节目组这样很过分。而明星大侦探作为国内一档优秀的推理节目，网友们希望他们注意到自己错误，积极改正，让节目变得更好。